你讲无效，但是讲无效，讲官前进不出。
睇劇啊，即係立下可能按四人條十四啊咁，即係都話啊無效啊，所以咧其實上次我同阿都知道講到啦，之前我就成身汗，我點解成身多咗條啦？我哋喺流汗得，而家加上又要啲哦，我得加多兩個人分，都會證明第二年加加啲物就少咗。
哎，所以你家怎么？你妈就讲我弟弟在干嘛？他做的，我弟弟讲的干嘛？他不是在这里工作的，比如用干嘛？怪番，哦，怪番，你上面卖的，台湾的怪番，你讲什么？
班，佢係用東皇不以貴分聲，佢講不用車子，只可用尖子，唔係不如為不啲嘢，我聽有咩人講都係用一十分鐘一十八。我有啲人話就不以貴分，你真講乜都得嘅，都搞翻啲。呢條大家都，呢條大家都不知我搞唔搞佢，呢條大唔得嘅，呢條大都點面緊身啊！大家點面緊身？呢條面分哦，是關乎嘢啦，都講開啲啊，啱啱先講啦。用白色鏡頭，黐我架，我得一支光嚟講，黐條燈，我翻。
坑內地之間嘅關係，就差講華南坦白嚟講，交河先有講，換到跟到到銀關河，我銀關南中南之地下，你流動四岸為點變嘅八岸岸啲大地地方繼續嘅希望，哦，你身體一直嘅陽光，哦，機能一直嘅話。咁運動先得是戰前單戰單，摩動就不能單戰戰單，缺一點勇氣不夠，越細胞一直在戰爭，或者說一直在掛架，所以運動是兵人一少，用心不落，必必然有名，哦，必然有名，所以運動聽得唔錯，因人而異。兩者的運動量無價，哦，兩者的環境無價，哦，是啦，運動的空間無價，但是你們不用交通，交通它是一種掛著，或者三三三，或者八八八八，特別用聽起來用用八，因為政府問題是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運動是了解，也需要運動八家，一家的人需要運動八十分。運動是你心動跳動上好是130下，這是運動啦，哦，但是咱打後面都講了幾下，但是不可能就講去用到一定功夫，但是基本身關運動是較適合什麼，較適合跳動啦，為心去講是不太好啦，咱以為你講去運動加130下，運動怎麼去跳出來，不會運跳，但是我體驗了，所以他下面的功夫就是說一到二零两一两百加那个二零，变来讲三百岁，两百哦，两百加三百哦，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乘以0.6哦，0.8哦，所以要小三个月，最少一年48个月嘛，哦，那你就要小小，但是那你会飞过一点爱，大家这个目标，他大家脑一百层要大家。大家運動的目標是明白，其實如果運動的目標想打中去，要一百十年車輪，你特別要去做，哦，去做運動，哦，那就是散步啊，或者慢慢走啊，因為這不適合自己的運動，哦，啊，那不適合自己的運動，第一，你是要過關嘛，那要自己的運動，增加多少運動啊，第二，如果運動不好做啊，那要自己的運動未得啊，第三，如果要自己的運動，我就要去做。所以他就用健身的運動方式，如果他用散步、哦，行慢跑、游泳，哦，用最多他健身的運動，甚至可能做身體力，可能他可能做身體上會啦，哦，用運動量上健身上會，那他做身體力，所以一來就是做運動先的嘛，運動先他有精力，那他做健身方面，那他做健身方面，那他做健身方面奖励。奖励就准备，这奖励值哦，就给就刚好，就给咱今天我们咱都看的，哦，空气最近都卖，最近都吹得厉害，今年是几乎等于，老板过来说的，我反叫跟他上班去了，这也算高分，这他们结婚都骗我，我到今年。无啊，我讲无经济啦，我讲你是啥物，我讲是养鱼啦。啊，所以我啊，我嘛在运动啊，我做啥运动？我啊礼拜哦，同我人打红的，已经好一半啦。来，我就是去游泳在哦。我礼拜拜了游泳嘛，我我班小朋友嘛，小朋友就是关心的大活动哦。但是我一直也运动，就是我在意什么嘛？我每天早上一点开始化身成气功，好，所以气功我开始动哦，它就有它，它那么它，因为运动的气功啊，你第一境界养气，能够一运动的气功，第一境界养气多吧，第一境界养气，这是来讲，好，咱会养气来讲，第一境界养气只有这样而已，1/8的养气而已。你无法度会氧气，整个肺不用充满氧气。你看大，哦，为什么？冷气多的人，哦，应该，我们
个地方七寸半地一起地方到不下来用中南的气功功本来数月半的数月半的这样运动这样不叫练气功这样不叫练气功因为练气功你要起地方到半地为什么要到半地因为你到三年以后你整个肺部充满阳气哦那数月起归气包容气而且你会带动它刮动它鼻动的肺会多流成针那你刮鼻动你肝肠肺肺那就有一种都刮动的鼻动的因为做气功的中间，阳气有啥气为丹田，是带动肝功会甲脾功会有多有成分，可以细胞的肝功去促进，可以细胞增长促进，可以免疫的抵抗力促进，运动是细胞的增长嘛，增进，但是啊，是死亡会很快哦，是细胞。气功的细胞成长性死无关，而且练气功的人，伊是爱气循环的，所以一去出去也是慢慢的，因为你练气功先一定爱练，你用你的意念哦，你气功，速度慢慢来，课的时候慢慢课，慢慢课，成长会变啊。明白。我本来会练气功，练到头头先啦。练气功了，练到头尾，达到尾的，还好啊，好啊。为什么？我是讲一百八十八尾，一百八十八尾啊，跟半夜还好。你看，咱人啊，你真会叫，真爱会几大话。我会几大。为什么孤寂的来呢？孤寂的方式是什么呢？为什么高二十年来呢？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国家？要知道啊，想要到达北京，不怕的。你看，要不要到呢？那么快就得到，你没办法，心脏负担大，所以练气功是相对练得少，相对同学，相对同学。老年人继续练，他若练到不得话，一直发展出来，因为反正气功的是自己八块上面，那就叫八条，哦，那叫第一条。如果练气功不练，根本就是气场，你只要他的高点，他的点这么中间，你把这个气脉分分不，其他不跟你说。那么老年气功的人就怎样？哦。所以你说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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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的就是养生的要素哦，大爱多拜，跟大爱重要哦，啊，常常爱穿一挂户外活动，人是头爱擦哦，哎呀，爱穿头啊，那人不是拢，养活水路啊，好气，啊，水路要水水水，哦，好一个汤呢，无啊气的，你那包啊，剩两个白酒，那做啊不做啊，好不好？不好，啊，不好。因为它缺乏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是不能打起来的哦。那不然你这样嘛，你打过，维他命 D 强化了，打起来再补打过来，再补补丁，哦。你再把它包装，维生素 D 是无法做的，是不必包装的。维 D 的方式无法包装你什么？让你猜。所以刚讲就要讲八分、八五分的好，八分之八五分的好。恁这个啊，你们就是头嘞，这边的气氛好，你啊，
手持一点个八点行挂灯，八点是八十分二挂灯是足正正正拜拜拜拜的时阵，你是感觉无用事业无用拜事，政府拢已经产生个速度啊！你唔行浪费这两个宝贵的知识，手持一定要爱困得了，其他研究自然你就轻松。第二张。促进他的信心大强，我来开拓哦，打造空气和空间的，非常紧密有帮助。我说他如果三分不正常了，日夜颠倒了，也关他大门不入啊，哦，关他大门不入，所以他就困，一直在搞一点一点的困。他问你哦，我想多点的方面找事，你我的可能等一下发生点啊，我知道我有没有发生点啊，哦，不如。跟其他人口靠其他地方做比较多啊，那所以我讲就是讲的是什么？周期工业对了，我把什么爱加多掉，对啊，他无法度啊，他只要是用多来多钱的啊，不过来我们讲哦，那你便宜啊，尽量平较平，哦，台湾这边大家便宜了哦，相对，你看拢很平衡，不然免成关系啊，那成交关系人惊了，或者老是惊了无好势，话到滞销。还有什么课啊？还有什么课？而且哦，听落我较细腻的哦，咱是手机那个咧，哦，咁样讲，系咱爸爸、爸爸平啊，直播、直播平哦，咱讲，食包子啊，食包子包边站嘛，对无？包包啊大啊，哦，啊，不过来我就讲，咱即话呢啲慢速电波啊，我就即话大概一零一五轮班轮排。不像不比较主要的问题，不然这个空气品质坏，哦，这个空气无意义嘛。空气品质坏，所以叫人家去，无就行，无就是要受伤啊。不然这就是要受伤，我甚至为了打红发，哦，为了自己人少，哇，这个太难包了，大家去咯。那怎么扛啊？扛包给我这红心，你怎么能离开我？你到底用大火去刮到的，那是刮不来呀、啊，那刮不来。所以，那个年龄就是人多大，地多大，是便宜。他来中国来，他来咱这里东洋的道场，怎么人这里这么贵啊？他说你能多大刮嘛？那是咱钱嘛，咱钱就是咱钱钱嘛，大家地就互相交换嘛，刮当钱嘛。所以，你会说，那你让他。上好，哦，关键。不过来吼，就讲，那你出外，那天气出外，你是哪？天气热的时阵，寒流来的时阵，风寒冷的时阵，你咱身体因为那些了，哦，咱的动作，哦，感觉都较变变变了，所以咱就尽量，哦，尽量，你是哪？温差较低的时阵，较无温着先，尽量快出外。那你出外，麻烦单独跟你出，哦，上好是不出。回来哦，回来！我这个叫注意症的哈，就说老人是在看注意症的，总是的，这种讲讲上面的特色呀。我一看做到这边哦，当下他叫你去出来，我讲我当时想当打他这个聚会哦，老人看这个事情，分数我就等于，我等于最后把钱落去，卖嘞。你惊你是谁无注意？哦，我今天赶紧把我注意。容易走失，搞得容易走失，所以好像我们反过来注意，不管是说咱境外环境，环境环境是怎么回事啊？哦，空气品质好，所在化情况不对，那个所在环境很难管，生活环境还好，空气还好，爱流通，更大爱上上，哦，咱的生活品质也好。如果外国当然说太极啊、屠宰场啊、哦，你游戏场的经验，哈哈闹闹，咱身体精神的压力就大，生活品质就歹，生活不是压力，毛病就出来了，哦，毛病就出来。其他方面吼，就讲平板电脑，哦，并唔是讲三 D 镜，哦，啊，啥，哦，这种一度成咱心情上的，哦，的紧张，哦，压迫。家庭的健康，哦，家庭安康，朋友不健康，朋友暂时做工嘛，哦，自尊自由自尊咯，康叔讲唔加要见面㗎，康叔讲唔加要见面㗎，你做唔过来。
你们这样讲的话，他们又得了癌症，我今天还是我说麻烦，找不到我怎么更贵，太贵了，对吗？所以他们就是说，人家就跟人家，人家这个理念，人家要搞好，这样子是谁？尽量让你个欢乐，让你个超凡，哦，唔通光为了赚钱，但因过度自相，哦，心就不安，就造成咱是会老化。所以咱天然一招，以上这条件。
这个嘛，第一嘛，不交，我们交完交，还要再上几条，还要上几条交嘛。我们那个工人啊，现在水果不会交，就是大厂送来后，他怎么关心你好？那，现在我们很多人那些电力光，哦，你看好，越上厂多花钱，哦，以前几万好啊，几万这样，越多花钱了，哦，一直靠你们这样。哦，把工资都开工资啊，现在开的，哦，他那边开的，可以来十万、十万，我提供东方后，基本上，这个是动不动，现在动不动，都基本上哦，东方的，你看哦，关键是哦，是蔬菜水果，你看我先上一盖，弄不掉，对吧？弄不掉，弄不掉，等于上好的一个目¡Gracias!
Thank you.
要有分享对方话很注意的，就是讲咱慈悲师伊今日出去啊，伊恁菩萨两三种可能啦吼，所以讲吼，我就是讲吼，大主大如讲吼，从伊个伊大伊个伊个正所谓当所在吼，啊，现在伫遮吼，咱甲操起来，以后若有需要咱。当你出来跟公务委会，咱直接同他过去加完办事，办完公务。另外一点就是咱等一下，咱以后边，咱以后边的这个会会听收听吼，咱肯定是会听，会听咱认真。所以在咱个人上，有需要咱肯定是把咱上一个班，吼，还是把咱让过下个月，在这点咱肯定是比较会当办公务。啊，不过咱等。咱要请，咱请个卖牛的啊，咱那化工间的做的人啊，咱就主动对吧？因为咱办的闹场，要做得起。好啊，那无的话嘛，无去换的人员，阿麦去请人家，咱请他来，就来请人家授课。好，欢迎大家，谢谢咱大家，谢谢大家的帮忙。欢迎热烈的掌声。哎，各位先生，大家好，欢迎。机会看得完，可能是你看好麻烦，后面才看得到。但是各位真正大家，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凡事注意。但真正有需要，吼，你虽然上课，第一点爱看电话，先预约。我有两点事吼，刚好就是我来。Yeah.
真骄傲的人吼，啊，拢讲啊，你咧想要安怎就安怎，啊，你来讲道理也无也无爱听的人吼，这种人的生吼袂好，伊会感觉讲，我认为对啊，我就是对啊，我讲的就是对，你这下面人办法，啊，你这一定要做对面啊，你是知影啥物？我咧老天爷，我话安怎在食，我看就是安尼，吼，你来讲安怎？对付在抓钱的吼，啊，伊就一直认为讲钱你就袂对的，伊这种病就是安怎理解好？啊，伊你若讲伊拢不爱听，伊种病一定是袂好。伊伊家己吼有上小些意见啊，啊，伊拢不爱去配合，吼，安尼就袂好啊。啊，第二就是勤心重在，啥物叫勤心重在？伊就是讲，伊就是足欠的啊。是来自于拍电视的时阵，啊，咱像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代志啦，啊，不过吼，有疫病吼，伊真正就是爱开钱的啊，啊，伊就认为讲，唔免啊，唔免啊，去自己个就好个，啊，本来是小寡病，啊，就变不大病，伊是正常从今仔，咱这种年代来讲吼，有不济药啊吼，较好个药是无在付，啊，无在付，你像讲。你若是肝无好，你有只爱用着乌红啊，还是偏淡啊吼？这种是你无用，因为这是大问题啊吼。啊，毋过着一般人来讲，有个拢爱用着嘛吼。啊，伊着是爱用，啊伊着拢无爱用，安尼着感觉有一点啊，毋知偏淡啊。伊个即个是伊着连我买钱就毋免啦，安尼伊着家己好，啊着自然拖拖拖。好啊，就两点啊，安尼伊就这种个就是袂好个。再来就是，伊是不能吃，就是讲吼，该穿衫唔穿，吼，啊该食唔食，啊无该食一直食，吼，啊你个身体就无法度去适应啊，你无好好照顾你家己个身体啊，啊所以讲这种人个病嘛是真袂好，因为吼，伊就是讲无咧认真照顾家己嘛。啊，再来第四个啦，就是讲吼，你营养是总是不足，这种人吼是免贡献嘛，免怪的，有这个，因为就是讲，伊吼身体真烂，伊有理性，啊嘛有表情，啊伊个这种镜头真复杂，啊唔过吼，伊在伊本身的气就较歹啊，伊气得了，啊所以活大好，因为感觉讲。咱所食物、食药啊，咱所药啊，啊暗暝咧照头先管管管，咱拢袂啥紧张的吼，因为嘛是有。啊，毋过问题就是讲，咱所有的病吼，拢是慢慢仔来的啦。就是讲，这个病是咧开始就非常严重啊。你若是讲伫咧天冷时阵，咱就是做认真保养、有运动，啊，所以饮食吼，各方面来做啦，伊应该嘛袂遐尼严重啊。因为讲伊真正年岁足大啊，迄就无办法啦吼。啊，再来就是情对不能可别，就是讲伊这个人看起来吼，不善不善啊，啊看起来做起做起个啊，啊食饱嘛袂用食，啊食热嘛袂用食，啊食这个药拢袂合，食了伊就毋是胃艰苦，啊无就是。会安怎安怎规大堆吼，吼这种人嘛是足歹医的啦吼。啊，再来第一项就是讲信心不信心，伊若是艰苦、艰难去，有个人就心蒙混，啊无就是食其实天坑，伊就是不爱相信医术啦。啊，这种的吼，我感觉讲这嘛是无得可啦。所以讲，伊有个人安尼，尤其吼有个较真卡的人吼。伊若艰苦吼，伊拢去问钱嘞，拢无咧看医生嘞。啊，毋过当然吼，人讲有时啊，嘛免讲遐咧是完全毋对。啊，毋过你个先去看医生，啊看遐安怎无够好，咱才去看其他个办法。有时啊会感冒在咧问钱嘞吼，我是感觉吼有时啊蛮看袂顺啦吼。啊，再来我咧讲个就是药品保管。就是状元，咱吼，人讲如果在人拢讲吼，你若是一个较老伊个较老个医生，伊吼伊个形象是
色红色，眼睛光，大哈，高兴，好，啊跟这个弟弟妈耍笑啊，好，啊跟这个红人啊，白蒙你，啊这个红色，好，白色，这个咱去采的这种东西来看，看对旅游啊呢，啊，特殊东西来人身体嘛是开心。啊，以前无真大个问题，咱就是去为这个饮食内底个调整就好啊。每天都爱食那些苦药啊，啊，每天是讲你按你先到医书啦，袂用家己一直学袂食吼。因为有个人伊来食这个药，你挂念感觉讲，哎，身体大毛可能啊，还是讲伊个病啊，迄毛可能。啊，再来我来运动的是迄个运动加按摩保健方法。运动啊，这个这是带我们两种吼，因为吼，大家拢较有货啊，我讲较简单嘞。其实咱人吼，就是讲恁老话，是为咱个脚开始。所以前看是我老大人吼，伊也是跋倒，袂行了后，伊身体就是歹啊，啊，就做东西做到门上袂袂当落来啊，啊，伊就啥物病拢开始啊。每年的白粥以前身体都是足好的啊，吼、啊，啊，有的人健康了，伊就拢是大心脏啊，啊，就疼啊。其实伊咧拄健康了手，伊就发寒啊，啊，就是疼。啊疼，伊去上福建吼，穿我身，不疼，迄疼疼了歪做啊。啊，我感觉安尼就无法度啊，为虾米？因为吼，咱若有活了，咱的筋就愈来愈寒，吼、啊，包括讲咱的腰。咱个脚，伊个筋拢愈来愈硬啊，愈来愈硬了吼，伊伤痛就愈大。啊，所以讲咱即摆运动吼，就是讲，咱若想讲你运动，哎，啥物事痛，你用你筋穴位，你着家己按摩吼，家己按摩了，哎，一个所在做几下呢？其实吼，我感觉恁老大人上重要就是顾家己个身体健康尔，叫话恁拢莫将人烦恼啊吼，顾家己就好。啊，规工现坐时间，你透早起来了来按摩，啊，你若一工按摩一点一两点钟拢袂要紧啊，你着一头甲脚，拢来练练，互伊做强做好个。吼、哦，我感觉这对身体有十足个帮助。我看过吼，伊即马有即个市面上有足侪迄个要教人养生个片吼，因老大人嘛去重视按摩，伊足侪材料个迄个。即是用即种方法做个人吼，伊是会当按摩，啊，食了就不轻个，啊，所以，所以大家吼，伊个身体也拢是真好个，啊，感觉讲可能是真个成功也是不少个，吼，啊，咱即下等下若有真个时间吼，我来教大家做一寡简单个按摩，啊，搁运动个方法，讲较简单个就好，只要你愿意做，一定都有帮助吼。啊，再来吼，你做个就是讲，咱要讲达到咧天然去接受个生活，这是咱人个需求个啦吼。啊，要安怎咱才会当做到这个程度呢？第一吼，咱就爱第一爱减少迄个老阿母个感情，为虾米？你妈个人做个人真无用啊！啊，所以讲两个人互相照顾，吼，啊嘛有伴，啊嘛不袂孤单啊。啊，所以你，因为恁，恁个因岁仔人，恁真保守啊。将来我会甲你讲，哦，吼，袂甲开始讲，我要嫁你呢，啊，你要做啥物，还是讲，哦，做一寡工作嘛，哦，你拢袂通做。啊，毋过吼，嘿吼，毋免讲啥物，你安心心内底，面对你个，你个老阿还是老母好。安尼生活一定会结束好哦，你就是爱去珍惜你份个感情，因为少年的时阵做夫妻，啊，即马老啊做伴，啊，你若是有这个伴吼，你就袂孤单。嘿，安尼生活你就感觉讲，靠代志做，两个才会当讲话，咱两个感情嘛是有关系咯。一个人孤单吼，伊一般拢会，你会感觉讲两个人，啊，一个人若死了，即个就。干嘛就不知道一直按摩人不得体啊？反正在人都很安慰。啊，所以讲，但是应该讲吼，两个人爱互相，爱互相爱护啊，互相
咱身体拢袂好，有啥物？因为你若食一顿两顿的人吼，咱身体的迄个储存能力吼，会将伊咱身体的马上在你，马上知影讲，你是刚刚爱食一顿两顿啊，所以你食物件拢完全吸收起，你赶快来去大补。所以讲吼，你嘛毋是一个减肥的好方法咯。你若食太少，啊身体感觉较轻松安尼，啊袂啊不够，你讲坐过来食，安尼较好。好，啊再来就是吼，吃起爱正常。就讲咱即摆吼，啊较无代志啊，咱就讲哦，寒人的时阵，你当然你讲较寒，因为足寒嘛，你从早就是解感冒，讲较寒就寒天。啊，寒人嘛天嘛较紧暗，较早困嘞，吼，啊热人。天就暗，啊晚只暗，啊暗困一时啊，啊啊早起来，这拢会使。只要唔爱讲太伤济吼，咱就是半日头，那是起来啊，咱就好起来。啊日头落，咱就表示爱休困啦，迄种不要紧。啊唔过，反正就有个人吼，他提个纪律哦，伊会讲早点困，我是讲困下休息，拢早点爱困。我是感觉讲。那只要卖讲尽量差不多早点去食点以前，吼，咱就准备好困啦。他准备好都袂要紧啦，吼，按说就是爱正常，吼，啊再来爱吃清心寡欲，卖讲吼，吼我希望吼，我再来买股当初，啊我再来趁偌济钱，互我家做了差，吼，啊如果有出大欲望，我咧卖啊，即摆吼，重要就是修行啦，啊，把身体做好。啊，迄个卖吼，只要那烦的，安尼，安尼就都好了呀，唔免做遐多呀。只要起码爱照顾家己呀，吼，啊照顾家己，互伊都好了，安尼，安尼我感觉讲恁是上重要。啊，搁来爱知足，要讲人吼有出侪无同的所在，只是主要拢看讲你家己的想法啦。你若感觉讲我安尼就好啦，我就当阮妹安尼就好啦，安尼你就会感觉较快乐啊，你就会感觉讲。哦，我身体就无，身体就无安尼，你就会感觉较快乐吼。啊，再来，啊，就是找你的乐趣啦。比如讲，有的人爱种田啊，啊，有的人爱种花啊、种树啊，还是有的人爱种毛植物，你只要会当找你的兴趣，啊，对这个兴趣来再吼，有这条快乐，啊，每一天拢安尼过吼。我感觉讲，安尼就真好过，安尼下较省钱收嘞，因为你袂感觉讲，哦，我规天拢闲闲闲，我拢全部代志好做安尼，因为无代志好做，你规天做啥？啊，是讲食三顿，即个感觉讲，这种生活是安是做无意义的吼。即个就你做你的乐趣哦，袂得上课嘛好，读册嘛好，不管做啥物，只要有意义的拢好。你感觉你兴趣做啥物，你就去做安尼吼。啊，再来安装一个咱大个环境，其实吼，咱个水是有一点仔困难，甚至因为你个气候个啥，啊，毋过这是甲咱个寿命有关系呢。较比如讲，你住迄个所在，吼，伊就是，即车人非常之会弄着，吼，啊，大家拢有坐着车经过，啊，是讲即个所在吼空气真歹，哦，啊，你到到遐就是，现在拢会感觉讲。所以说我们也是能买到的这种环境，但是说较好的，啊，每年厝每年爱水，我们选择较好的所在来住，安尼吼。啊，再来，咱最重要就是讲咱注意老大人的运动。啊，来跟我讲过，咱是能买红薯好啊，红薯好吼，你就刚刚讲，就是讲开张讲就要创啥物啊吼，咱就刚刚讲咱就是。家己个工作在做，坚持着爱锻炼身体，坚持着爱运动，吼、哦，啊，其他就是爱正常安尼，吼，恁、就是讲爱注意这方面老话来话，就是我头先讲爱运动个对个嘛，吼、哦，啊，再来爱食水果，咱台湾个水果吼，最常有，即马有做在农药个污染啊，啊，恁若是讲困哩，有啥物事，咱会用家己先换嘛，使嘛吼。我较无污染较侪水果爱食，有人拢感觉讲，吼，我规日泡面拢在食，我无爱食水果。我拢慢慢加讲吼，你会使水果来食食嘞，啊，分一点啊，少少的茶，可以加加的，安尼你
重点啊，你是替到较袂恢复啊。我是感觉拢四个吼，会暂时哦，莫到暗时啊，因为暗时有较冷啊。特别是迄个鸡鸭肉的吼，还是金条来啊，是鸡吼，啊，你先，你方便人较冷，是咱会使尽量拢饮食啊，莫到暗时啊。暗时爱食，安尼你就食到哦吼。嗯。啊，你来就是爱解酸解酒，我相信。应该拢无人会讲你来煮啊吼，所以这个很重。啊，再来就是爱食物丢无，这叫做食物丢无。就是讲吼，你看是买落雨啊，买落雨以前只爱先准备雨伞，准备了好。啊，你若退单以前，你着提前听好。吼，啊，你若感觉讲我老啊，你老以前咱嘛是爱先准备一寡啊。家己的经济费用也是各方面的，尽量拢家己会当参与到去处理啦吼，免恁麻烦着囡仔，吼，啊，再来，心中爱放好看，安怎互伊看，吼，伊就是爱乐观，许我拄仔讲着啊，吼，就是讲你若是有啥物代志要处理的，你就爱想着讲，哦，爱做一个心平气和的啦，爱做一个乐观的啦。爱做的可爱的啦，你就是安尼想哦，吼，啊你去就较重一点嘛，吼，啊三行咧想哦较开咧，人生的代志可能有，那讲不如意十之八九啦吼，啊想较开咧，你就感觉讲，其实吼来吼人在这个世间吼，每件三行拢歹啦，啊不过也无一定吼三行拢会互咱注意啦，最主要就是你安怎想，你为做一个角度来想吼。啊，想好去，啊，你真想来放好去，伊个债就变做少个啦。我咧感觉讲，一个人若是心情上袂顺吼，安怎伊拢是袂好啊？这是我做医生十几年个感想啊。有因阿婆仔来看，心脏病，啊，我讲，啊，恁搁看下这眼球啦，吼，啊，就同我讲，吼，恁真抱歉，做错个。安怎，下下拢唔在笑，我无爱哭，咱拢是对话听。不过我感觉讲，我拄仔吼，伊若是想袂开，无一定，是讲要对伊做好啦吼。我慢慢，就是伊这个情绪啊，感觉都会对伊好起来啦。你嘛无一定啊，啊，不过你是想袂开，啊，放开家己个身体呢。我感觉讲安尼对代志嘛无帮助，还是讲你老大人吼，常常烦恼。烦恼囝，烦恼孙，吼，逐项拢烦恼着。我感觉伊拢无啥物帮助，因为你若无遐，你除了烦恼，也无帮助囡仔生命啊。所以吼，平常拢着是爱心理建设，吼，爱是做心理个保健，互你身体健康起来吼。啊，所以讲囡仔吼，较主流大人来当，知影要安怎保养，啊，佫会当佫巧妙个去做。好，安尼恁身体一定会好起来哦。啊，你像咱个社会啦，咱个家庭啦，咱个政府，政府当个都少，所以咱是不是应该大家拢爱看电视来学习来对啊？吼，啊，我今仔吼正在听，啊，我唔知啊，诸位大家恁有啥物问题来问无？来，大夫，恁是大家拢要开始吧？来，有参众，参众来听。只要我知影，拢甲你转。客户，无吼，大家保养了都好，对无？是吼。啊对，恁吼，可是恁拢无啥物好问的吼。啊，你我甲你讲一挂啦，因为吼，恁即摆少离婚，上惊是啥物事？除了癌症以外，迄无法度，迄癌症吼。你若讲，你若是讲若有啊吼，你因为讲胃会当切除，啊切除伊嘛会容易复发呢。啊所以讲，这方面吼，若有着这个病吼，实在是较麻烦。啊，毋过我讲的这方面，咱就是其中一家预防就对啊吼。啊，平时上常在看到的是糖尿病嘛。啊，糖尿病吼，咱要怎去来保养？我来先提供一寡意见吼。第一，你若有糖尿病人吼，绝对是袂使食甜的啦，吼，这是大家拢知影，吼，迄个是糖，你就莫食白糖啊，食糖衣糖，
你还是想要食较济，你就是食特米粉。你若食特米粉，你个血糖一定会当控制啦，蛮好。啊，反正你想要食水果，你也是做水果。你是讲营养来啊，食一粒，对，水果水来啊，也是两罐，就是看袂互咱个血糖现悬。虽然讲来啊嘛是冰，啊，毋过伊会当互咱个迄个看袂现紧张。啊，所以讲有一点较放松吼。啊，再来就是讲。想讲，人咧啉迄个沙巴拉茶啊吼，可能有这种会有帮助。啊，你若讲下拢讲慢慢讲，身体都大吼，啊，搁做水生吼，唔知搁要食啥物吼，影响迄个热豆茶，就是讲热豆茶咧，在洗洗吼，啊用啉茶冲冲咧，啊咧家己用浓茶，啊你家己用迄个小个东西甲泡，泡五分钟安尼啉。你对血糖有点啊小的帮助，冇一点啊吼。啊，所以讲，诶，西瓜迄个二两块迄个吼，就是顶外红的迄个，你部分卖食。啊，青的下底皮迄嘛卖食，啊，中午你占白白，吼，你占下午到来做做食哩。啊，再来就是山药，山药吼，这种物件会当补心，做你姜吼，你的心情会较旺气，啊，会当降血糖。我认为讲这种物件真苦，唔会去食，啊，搁买歹食。而且吼，阮所有患者吼，加食一寡山药、淮山就对了，吼。诶，这种鲜吼，伊的功用甲全部都相反。鲜的淮，诶，这种山药，但是你拢用不准的吼，伊这种的它会当帮助的那个身体的很多功能。更年期食，啊，伊食了较无迄种更年期的不舒服。好，啊，伊爱加豆丁哦，伊爱加豆丁豆泡哦，干那用山药吼做无够好，伊会是淮山，啊，落去加迄个豆丁。好，啊，你若是迄个吼，咱咧补心的吼，当然伊这种的青椒会当利水哦，会当利水，啊，而且会去通肠。好，啊，你若补气的人吼。比较保险，伊也是食了，会感觉有食较好，啊，迄、那个会较会坚固，就是说，你若较瘦的人，安尼食就会胖起来，伊的筋吼会较紧哦。吼，有个人有一个人，我讲，你讲我去运动，我讲吼，因为因的翁吼出去找别的查某人，伊足生气的，啊，伊就吼，就拢袂晓袂困，啊，就一直站一直站，啊，站了吼，伊就讲，我已经无力，我可能要放弃了。伊就去一条鱼走，啊，伊就讲，伊就讲，我买真歹，啊，反正冇真歹，啊，你打出去再看，伊就想着讲，哈，来食淮山，啊，就食了吼，哎，真正身体愈来愈好，都扛起，伊就变做去一条较细的，啊，可能了这个，伊就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了，心情就慢慢就开了，所以伊就活得真慢。所以讲，有这些代志，当初你去受气，啊，我过啊吼，伊个受气，你就感觉无啥物啊。所以咱只要人拢爱活着，爱爱惜家己个性命吼。啊，遐个就是讲，伊个面啊，面啊，佮伊个面头汤，应该嘛爱常来煮来食。这种个物件吼，会对身体嘛有帮助。因为这种物件，咱若讲讲常来控制饮吼。青菜老家食会当清肺过，虽然清肺，啊你若食来咧食，你补面补，袂歹哦吼。啊，再来就是水果，水果来面食要怎补？我袂晓补。迄是吓，迄是补过，我再面食要怎补？补过。啊，你食迄种燕麦粥吼，伊个我来我补过，种五谷杂粮吼，对身体真好啦。咱吼，家煮做迄个。上外安尼，啊是咧台吼来食三餐，吼安尼轮流食吼，然后我六十年轮流食袂歹，啊再来顺时靠背汤，吼恁个顺时都靠背，嘿健康多，因为顺时吼会顾胃肠啊，啊袂用补心啊，啊个都靠背上背汤袂歹，啊嘛袂歹食啦，吼啊再来食差不多讲个菜啊嘛袂歹，啊个是含多多。做乜嘛？你保持咯，嘿，啊，佮你食饭足侪，食了较袂疲倦，吼。啊，来三杯，西力、饮料，吼。我感觉讲，做饮少食，即
状啊，就感觉较轻啊。啊，你个形容咧，大家你若有看到，吼，你心中啦，化妆着之后还出问题。好，啊，你是不是重要啊？你明天来就是平安，明天来就清晨。啊，所以讲吼，你着是不控制过来运动，运动咱个迄个血管吼，咱个血管啊，所以平时较袂老化，较袂退化。你一个人若出平时运动，啊，毋茫互伊大哭。一个重要的人控制了多少年？阿麦欢乐，阿麦麦愁，这是重要的哦。虽然拢做顽强，拢控制，拢话阮，人逐人拢好好，我就糖尿病。我拢甲伊讲，有个人吼，三年前就活跳跳，啊，三年后就死跳跳。为虾米？心肌梗塞啊，心脏瘫痪啊。我讲，啊，你当时糖尿病吼。你会当看我怎么用这个来你活过来三年啊？啊，你一直在观看什么？吼、啊，都是你，你若想讲你若有认真咧来保养，伊嘛是会，伊是维持足久啊。吼、啊，啊，我感觉每一个人拢会衰老，啊嘛会死亡，啊，所以咱嘛是啊，只要有糖尿病，反正咱认真保养就好啦，迄嘛无啥物问题啊。吼，嘿，啊，再来吼，我今日咧讲讲着迄个按摩吼，啊，即嘛好大块。第一个代表，首先烫热，好，烫热之后呢，再烫得很热，然后贴在你的眼珠子，贴着，好贴，然后再烫，再贴，好，安尼，啊，然后这个眼珠贴之后，你开始按摩，第一个是中间眉毛的，好按摩，好啊，按摩量，对，再用点太阳穴。斜穴道至少要按20下，按摩之后再来将阴陵穴再提起来，阴陵穴再来经管将阴陵穴眉骨、咱眼睛上面这些都来做一个弧度的按摩了，啊，而且将这个阳白那个将骨阳白穴这个提着来，好，那你感觉如何？好，这就叫你打开哦。啊，这样你就来得及。我刚刚刚刚已经有这里是地表嘛，对不对？好，那我刚才这样。做完了，就不是用背起来，背起来写。咱平时学多心多，真正咱人。真心一首上天的抱怨，是强行咱家己来保护家己，所以咱过去有天前辈在咧讲，天定世间天老路呢，伊有敢想到无可能，伊有敢想到无，敢想到是无可能，绝对物件，寸功寸过呢，天当量，咱过去人有咧讲讲，人咧做啊，天咧瞧，有咧瞧无？人古早人讲话，咱来金石良言，每句呢爱甲思考，爱甲思考有影无？咱咧做啊，钱要甲恁烧；咱做好，钱要甲恁烧好；咱做歹，钱要甲恁烧歹。每日时日日，都咧甲恁放屁。人讲春光春过，天降雨，有影无？咱有自信无？无自信啊！爱有信心，歹势人敢用啦，寸功寸过天降，那无呢？为出事嘞，心里就惊涌动；为出事嘞，真富贵，爸母真有美意，生活真富足，爸母疼命命，为出事嘞，爸母的美意较无，搁分担，搁唔爱紧张，搁不来吃，出事嘞出艰苦。像何况呢，出事咪不敢讲，三四回会晓讲一讲，就爱讲两回。所以我三四回感觉讲人生呢真痛苦。甲迄47岁，甲36、36差不多。我有这家伙的多难好行，上天放这多呢，无想到人生，无卡达一个人生。所以差不多了，阮上一年，阮一年多十五岁。讲你更多，情况呢？再大人，囡仔不讲，囡仔拢对人做事，
大人十五岁呢，上三十七年拢是中年，幸好嘞。咱今日要时阵呢，大家爱动手，要行动呢，爱大家动手。所以我是，所以咱今日真正希望讲大家踏踏实实。所以时间要换啦，人生最无情的，世间最无情的就是时间。我虽然讲，咱特别咧讲讲智慧无情，其实智慧要情。可能咧做水，大家阿伯越花，水若来来，土来动，压力越小。时间有法度，我爱咧较久咧，我爱咧较忠心咧，我要去接机会啊，就是有法度。所以，咱我比较注意读书。如果读了后，咱今日有新目标，就是要到世界大同，咱就是未来世界大同的承荣者，唔通未尽咱的任务，也甲咱目标。所以，咱进入读了后，咱就讲讲这个文在中篇，控制呢，2500多年前做这个礼文在中篇，要成这个大同，无法度成功，希望讲看怎法当成功呢？在国父也是同款啊，国父在集天的时阵呢，有哪叫恁控制这个文在中篇，就咧算。在工作在政府机关呢，甲看拢有迄个礼文在中篇。我请教遐工作人，话拢也毋知影了解讲礼文这大同篇内底意思是啥物件，是真好。搁再来，恁今仔日收到哦，多位同志，恁今仔日在咧收到多位同志嘛，认真无知影着。搁再来，这个清净经。心经，咱今日要修道呢，你安怎在成就到迄个成就目标？你安怎身体会当成功？爱成就，那阮人灵上清净，天地世界鬼确实真正有福气。所以这清净经就是老祖八十一种的这道德经呢，浓缩起来做清净经，用这个白话文读起呢，普通人遐读呢，意思就知影哦。啊，搁再就是心经，这点么呢？阮佛教呢，虽然之前的这个经文哦，浓缩到成个心经，可能大家当时间去了解。三藏初经呢，往西边，要影响十几年，他到西方，要做怎个？恁观世音菩萨用这个心经呢，可以念，你好用这个心经，一直念，一直念，到半年里没有无鬼怪。所以，看到这书经呢，拄着真侪妖魔鬼怪，到尾做怎来用这书经来念呢？就呢，安尼安然自在，会当时时转到咱中国。所以这书经呢，其实讲非常，未来这经典非常多。以后呢，大家互相研究。今日咱大家好好几点钟的中间呢，较轻松的，若爱睡呢，目睭眯偌大嘞，偌久外口出来哈，唔通落去外口，唔通落去来眠入来，落去来眠入来。爱面爱爱这条纹，越清，落去较唔出去，啊要提神嘞，爱提神，所以下昼我特别，甲恁分时度比，啊甲个工时度比呢，普通是12点要睏，7点就要开班，我带人讲恁这老人大日食饭也慢，啊动作拢也慢，特别差不多3点半，食饭食饱，大家搁再休息，静一下，会搁较袂爱睏。这是特别的所在，所以希望恁大家轻松啊，比较较轻松的，比咱穿较轻松、较快乐、啊道理听落去，希望道理听落去呢，咱这个修道的目标派出来，修道目标来出来呢，目标了有目标了，有咱修道前头必得，不使咱讲今日来做啦，多进多干些啊。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个宝贵物件呢，所以说已经讲不明了。最后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快乐上班。
老妈生啊，大家都会做，你说有没有人？
用
Thank you.
经啦，吼。